老中医在打捞屈原的时候，想起了一个，就是我把我的雄黄酒倒到汨罗江里头，让这个鱼虾全喝醉了，它就不咬屈原了。 所以以前，因为我们好像端午节好像不是特别重视，以前还是就农村好像是比较热闹点，到城市，但现在还慢慢的越来越热闹了。民族的这节日看来是咱们是越来越重视了。